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在地人关心在地事，欢迎你收看大中华新闻，我是小文。今仔日是新历7月13，旧历6月7日，礼拜三。咱即马先来关心今仔日30秒新闻重点。罗岗镇一名70多岁妇女人何孝生发现濒死伫房间内底，警消初步研判可能是食薰的薰塞引起火警，妇女人何龙恩则是专案调查当中。7月底开始，有租厝买厝的贷款甲旧厝翻新的民众，会当来申请105年度的整合主体补助。申请到8月底截止，民众要把握时间。天气热，水分流失了真紧，造成庙内底代谢浓度提悬，增加腰子结石的机会。医生就提醒，一天至少要啉2000cc的水，预防结石。新闻，咱首先来看一件离奇的火警意外。鹿港镇一名70多岁妇人男，13号早起，和伊后生发现伊濒死伫咧房间内底，疑似是吸入伤过侪浓烟死亡，而且房间内底有臭火带的痕迹。不过，新奇怪的是，住伫隔壁后生完全无发现。警消初步来研判，可能是妇人男食薰，伊的薰塞引起火警，和妇人男去学浓烟来急死。来到发生火警的面体二楼房间内，互浓烟熏甲乌咖咖，边层面罩被其中一角，阁有互火烧过现象。内底吹冷气啊！哦，内底吹冷气。哦，啊，你去看，迄房间拢有烧着吗？烧起完啦！我想看，碰着烧着。哦，熏，整个房间都熏黑了。啊，然后床铺呢？床啊，都是讲碰着。表面烧掉。老妇人人疑似吸着伤过量的浓烟，后生敲门叫妈妈吃早顿，才发现母亲规身躯互熏甲臭干，倒伫咧眠床顶无开啊。梦中吼，可能疑似吸入一些浓烟而致死的。那这个根据这个儿子这个。死者的这个儿子表示，那该名这个死者，他昨天的时候，他们儿子没有发现，有这个火烧的情形，所以他们昨天晚上并没有报案，是在早上他要叫醒他这个母亲的时候，才发现他的母亲已经在这个床上有往生了。现场发现，眠床边的粉壳壳边拢是烧过的痕迹。根据家属指出，老妇人人有伫咧房间内食薰的习惯。警消初步研判，可能是薰塞引起火灾。妇人人哦，吸着伤侪浓烟才会死亡，加上火势无烧起来，厝内底的人才会无伫咧第一时间发现。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另外，咱来关心民众的权益。对7月底开始，不管你是租厝或者是买厝有贷款，甚至是这个旧厝要整修，民众拢会当来申请政府的补助，减轻家庭负担。105年度整合主体补助补贴资源实施的方案将伫7月底开办，有相关的问题，拢会当来问彰化县政府的公务处。不管是租厝的民众，或者是买厝有贷款，甚至是旧厝要翻新，105年度整合主体补贴资源实施方案将要开始受理申请。县府公务处特别举办说明会，提醒有需要的民众要把握时间，同时也要了解相关的申请的细节，方便顺利申请到补助，减轻家庭负担。咱今年度的申请是为咱的7月21日开始。甲咱的8月31日这段时间来申请，啊，申请了后呢，阮就会甲这个资料送去中央内政部遐，啊，也去做一个查核，包括你的动产、不动产、甲你的税籍资料、甲你的户籍资料去做一个查核，啊，得差不多明年的1月初得核定下来，啊，核定下来，阮得通知民众，吼，啊，他就可以来
来享受这个补助的部分。甘木署指出，这项措施实施以来，咱彰化县仅仅是租金补贴就有8000多户受惠，一个月上悬会当补贴3000块。相关的补助案对七月底开始受理到八月底为止，有问题嘛拢会当向县府甘木署询问。大专新闻电视梁彰化采访报道。来看医疗焦点，天气变热，人体水分流失了真紧，拢真有可能会导致这尿内底代谢物的浓度提悬，增加腰子结石的机会。而且这个腰子结石听起来是真艰苦。江滨秀团病院的泌尿科日前就接到一位病患来检查，发现病患的倒病的腰子内底原本一公分大的结石，饲三年以后竟然比一个50块的囡仔角也较大，看起来就敢那螺仔角同款，强要占满规粒的腰子。X 光片顶端，病人倒病的腰子有一粒真亲像鹿角的结石，经过三年时间，为一公分大到五公分，竟然是痛到动袂调，才来病院求诊。左边生长个大结石，那右边生长有点水肿，所以就转到泌尿科。所以那时候我们在病人来的时候就给他做电脑断层一看的话，确实那个他之前讲一公分的小结石已经变到5公分×3公分了，非常的大，打大一公分的伤口可以把肾脏大部分结石90%以上的结石都给拿干净。医师就讲，会得到腰子结石，一般来讲就是水啉伤少，爱食重口味的食物，以及加做遗传。特别是伫个热天，上爱啉可乐、比如茶甲含糖饮料，是上界容易得到腰子结石的原因。非常多喝一点。哦，那除非说你有心脏病等等有限制，你不能喝水。一般我建议还是病人喝大概3000cc 哈，你就看你的小便颜色淡淡的黄色，或者一天的小尿液量大概就2000cc， 保持在这样就大概就比较不容易结石哈。但你体质关系有些还是会有，我们在门诊偶尔看到，他说他水喝得很多，常常来到还是常常会复发哈。另外就自己饮食的话，我是觉得均衡最重要哈。那我们常常会跟病人说啊。那有些病人会想说啊，我结石我就多喝啤酒哦，啤酒当然是里面有酒精可以利尿，但是相对的啤酒里面有草酸，所以草酸结石会增加哈。以往腰子结石开刀，那结石较大粒的，空嘴拢真大，喉完时间嘛长。透过即马微创取胶术的方式，只需要一公分的空嘴，手术时间甲喉完的时间阁真紧。不过要预防结石，也是爱强迫家己一天啉3000cc 的水，和排尿量达到2000cc， 安尼才袂腰子结石。大中华新闻林布英、陆港蔡宏报道。河滨镇老人会停办县府的银发族卡拉 OK 歌唱比赛，报名队伍是把这个比赛现场客家闹热滚滚。广告以后，咱来听看卖大家的歌喉。国科技大学105学年度二专二技班招生了，7月16到7月17日现场报名，电话711111转1326。家商欢迎您的加入。建国科技大学105学年度二专二技班招生了，7月16到7月17日现场报名，电话711111转1326。
侨丽雍容，70到110平，04-2706-9895。欢迎回来，大中华新闻，我是吴秀文。明仔是拜四，嘛是旧历6月11日。根据咱的同事的记载，明仔在位伫咧正西边，好时是下晡3点到5点，适合立款交易。另外，阁有甚物禁忌提醒，咱即马来关心。今天参与中大声讲，我们要来介绍彰化市介绍里做代志用心，服务大心。这句话就是介绍里长蔡美香的坚持。咱做伙来看卖蔡里长伊是如何让这个介绍里变做一个人人娱乐的幸福社区。既然今天你做里长，你就是你能尽你的力量，你能做你就做。其实我也座右铭就是做事用心，服务贴心。我的座右铭都是这样子写。我从开始我在选里长，我就拢写这两句名言安尼。做代志用心，服务大心，是蔡里长常常挂伫嘴边的一句话。为着要让介绍里搁较好，蔡里长头一届选到里长，就来丢做社区发展协会。我是觉得说有必要成立一个社区，因为你社区你要办活动，你有经说实在比较现实一点，你才有经费 去申请。所以说我才会想说把它成立一个社区。那成立社区有一个经费，我们要找一个人，大家共同。相辅相成嘛，你这样子，你一个社区成立之后，对我说实在，对我也有帮助的。因为本身我如果在帮忙我们社区这样子，一个理事长一个里长这样共同来成立来做一个社区，我相信选民那个里面是有福利的。李长讲，要把代志做好，干那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无够的，有社区甲伸手对顶组织共同拍拼，才会当让你变得较好。任何一个事情、啊。最主要，我们的设计都很融洽。我听讲吼，阮之前社区有个就是理事长、巡守队队长跟里长，我们是三巨头。我听讲，我们三巨头结合在一起就是如虎添翼。我听讲这句话。来到介绍里面的信用中心，里长讲，土地公庙的搬迁的过程算是相当的离奇。很多里面的反映说，啊，你这都水水了，你安尼。拢咧兴旺，咱里内拢兴袂着，啊拢无，啊到尾好了，就一个管理，负责公管理委员成立之后，我们才感觉讲啊，看一看结果不错，就土地公庙顺利搬迁，嘛提供里面休闲的所在。眼前里长还阁努力要甲社区活动中心头前的用地空间再运用。伊即个是警察局的，但是他去年我就一直跟他争取，因为他这个已经警察局宿舍有很多就是荒废的。啊，我就尽量争取公号，能不能我们来认养啊？那就好不容易透过白玉如议员一搞到争取，所以我们这个警察局就已经给我们要认养了。个性无认输的李长嘛讲，每一项代志无法都让大家满意，那些当地的大多数里面的认同就可以。就是你很容易去得罪人家，可是你要去想看看，你得罪的人，你看那比例。占多少？人家认同的有多少？你得罪的有多少？你要去看看，看这种角度。但是，一般呢、啊，我是跟他讲，会比较不认同的人应该是少部分而已。啊，所以你做一件事情，你要去想说，大家的支持度是看法是好与坏，只有大家觉得说，哎、欸，你今天走这条前路，我们都认同，啊，那都往前冲的啦。嗯，我就个性就会往前冲的啊。可是，觉得人家觉得不好的话。但就要救啊，所以要先去了解。
蔡理长强调，担任理长这十多年来，拢有贵人来相助，真侪工课嘛是靠家己一个人的力量就会使。同款也是一句话：做事用心，服务大心。包括有很多幕后都在帮我的，因为我在做每一件事情，一定有他们的支持跟他们的协助，我才有办法去顺利完成。啊，所以说我都一直我认为我都还蛮幸运的，都有这些人在旁边默默的支持我跟协助我。高雄新闻电视梁中华彩虹报道。隔壁顶老人会停办管护的银发族卡拉 OK 歌唱比赛，今年用分区来举办，参赛队伍集中伫咧隔壁顶老人会来拼歌喉。老人会理事长就鼓励大家来唱歌，促进长辈身心健康，也会当培养家庭的感情。唱歌会使讲是民众的全民运动，尤其银发族更加是享受唱歌。何必定老人会老在举办何必六港区比赛，吸引真侪队伍参加，唱出美丽歌声加快乐气氛。我即款唱歌，哦，我奖杯我一只只，啊，我都常常咧了做这唱歌娱乐啦。我有参加老人会，啊，朱老师拢会叫阮出来一路吼表演安尼。走起来做位唱歌啊！哦，做好诶，感觉很好，感觉很好，感觉很好。那女儿咧，跟爸爸一起上个比赛，感觉怎么样？很紧张，每小时增加和乐的气氛。但是内心很幸福，内心很幸福。何必老人会理事长真鼓励银发族家庭会当加唱歌，唔呐促进身心健康，更加营造和乐的家庭感情。今是阮迄落凶个老何必老人会替县政府咧办即个六乡镇个银发族个歌唱，主要个内容就是讲迄落情歌对唱。好，今日唱拢是两个哦咧对唱。啊，会得通互遮银发族来安尼唱出他们的歌声，吼、哦、啊，互大家来听吼、哦。这是能够歌唱的人，身心跟家庭幸福一定美满。县政府每年拢会举办银发族卡拉 OK 比赛，但今年改变方式，由原本各乡镇比赛改成分区比赛。不少人嘛是希望恢复各乡镇举行，会当节省遥远的路途，更加会当唱出优美歌声。大中华新闻，陈文清何必采访报道。继续来看，这是陕西乡公所防治天狗日展开专项喷药啊消毒的作业。公所的主秘呢是代表乡长亲身督军，要求这喷药啊人员哦详细来喷每一个角落，要加强重点区域。同时，伊嘛呼吁咱的乡民，天气愈来愈热，蚊蚌虫嘛真高，乡亲要配合着居家的清洁，来杜绝病蚌虫滋生。所在乡公所关心乡民公共卫生健康，为着防治天狗日传出疫情，展开专项喷药防治工作。乡公所主任秘书代表乡长巡查各喷药地点，叮咛喷药的重点，也提醒乡民除了喷药消毒以外，上重要是民众要配合居家杜绝病媒蚊产生，才会当有更加好的效果。专项大消毒日子吼，啊，咱迄个时间是按7月12日。甲7月15日吼，讲咱乡长王俊和先生吼，为着要保护咱乡民的安全吼，啊，为请咱迄个外口的迄个有牌照的喷药公司吼，啊来咱乡的做一届消毒吼，啊，伫遮当然消毒是一个治标的空气啦吼，啊，治本嘛是要予咱的乡亲吼，啊，伫咱的徛家，然后迄个滋生源的所在吼，若是讲积水的，希望咱乡亲吼甲清除外好吼，啊，因为咱今年用的药啊较无同吼。所以效果会较好，一寡蚊虫啦、胶纸吼，较会扫出来。啊，请咱乡亲吼，再多多配合，希望讲吼，咱共同把这个环境卫生吼顾好，互咱这乡亲有当一个热天较舒适、较安全的生活环境。环保人员真详细喷药啊作业，但用无同的机具加大批人员，展现真高的效率，和民众真有感。足好嘞！啊，头头啊，胶纸拢有效果安尼。拢会走出来，环境卫生较好。乡公所这次改变喷药方式，协调环保公司加强能力、加机具装备，要求各角落拢爱贴地喷药，希望达到更加好的防治效果。多中华新闻，陈文清，陕西采访报道。
双溪国中每一年暑假都会来举办铁马勇士型的活动，三天两暝行程呢，学生将会骑铁马来坐南中华的乡镇，以及做公益服务，让每一个学生拢是收获满满。Super MOD 随选随看，跨界超进化，上千部电影戏剧，手机、平板、电脑都能看。强档的、感人的、好笑的热门影音带着走，随时轻松看。快下载 Super MOD 随选随看 APP， 马上免费看，上网月租费还可抵看片金哦。大家好，我是梁振群。各位对拍电影有想法、有创意的好朋友，您不能错过的年度盛会——2016屏东电影节金钩奖微电影创作大赛开始起跑喽！今年总奖金呢高达73万元，10月14号以前报名，相关讯息请上脸书“屏东电影节金钩奖微电影创作大赛”查询，记得要下载简章哦。有线电视第一领导品牌，新频道数位有线电视。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计价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特拨专线711-9440，711-9440。大众的新闻，我是秀文。文教焦点，山西国中每一年暑假来举办的铁马勇士型活动，今年已经进入第五年，学生将会骑铁马来坐南中华的各乡镇，体验风土民情，也投入社会公益服务。而且校长特别感谢各界赞助，或者学生挑战自我，心怀感恩。山西国中利用暑假举办铁马勇士型活动进入第五年，三天两暝行程，学生对体能训练到一路挑战自我和社会服务过程，拢得到丰富收获。每天放学回去以后就跑步，跑半个小时以上，然后就昨天晚上就高兴的睡不着。去文开书院那边打扫，然后一堆垃圾扫不完，虽然很热，但还蛮好玩的，想要再回味一次。在暑假规划这个活动，除了说骑脚踏车之外，他们还会到某些定点去做志工服务。譬如说，我们今年规划就到圣心圣母院哈去做志工服务，还有鹿港那边老吾老的一个老年社区去做志工服务。那希望说透过这个活动，除了让学生挑战自我之外，也能够呢实际上去接触人群，服务社会的一些活动，能够学习到更多的一个生命教育的东西。活动得到在地企业和校友会真大的赞助支持，才会当让学生透过用卡熟悉乡土、学习和成长。我们非常感谢本校的校友会的一个协助，另外呢还有富润公司，他赞助呢帮我们制作了我们身上的这一身的车衣哦，非常感谢校友会跟富润公司的一个协助。校友会哈，它主要的目的的话，就是协助学校哦，学弟妹的一些活动。还有服务所有的校友，一般的话像学校需要，学弟妹要3对3篮球赛，也是校友会来承办。好，这边的话，我们鼓励所有县中的校友，能够回到母校来尽一份心力。山西国中铁马勇士行将沿着海岸驶过半个中华关，尤其过程中的社会公益服务，更加是学生真宝贵的生命教育体验。愿意付出，嘛知影感恩受福。大中华新闻，陈文清，山西采访报道。
台大学休闲事业管理学会甲中华家扶中心呢来合作举办着即个反毒反霸凌的夏令营，有百外位小朋友来报名参加即个三天两夜活动，而且即个营队呢将会设计真侪像打地游戏表演活动，来培养囡仔自我照顾的能力。上重要的是爱拒绝毒品甲反霸凌。叫台顶的哥哥姐姐做伙唱歌跳舞，小朋友活力十足。趁着暑假期间，台业大学休闲事业管理学系甲中华家扶辅助中心合作，带着一百名的小朋友了解反霸凌、拒绝毒品等观念。有100位的小朋友来参加这一次的活动。那这次的活动就是想让小朋友借着这次的夏令营，更了解有关霸凌的知识，和更了解毒品，并且拒绝毒品。我们安排的活动内容呢，有攀岩，然后还有许多的各种类型的游戏，让小朋友在这三天的活动中都能够玩得开心，也能够获得许多的知识。三天两夜活动有动态和静态课程，也让参与活动的小朋友真有兴趣。参加这边反毒的活动，然后很开心，也很期待。两夜三天的夏令营，那今年的主题就是打击霸凌，那个反毒品的一个宣导活动，跟整个夏令营的课程都融入在里面。希望说借着两夜三天的一个活动，让家扶的这些的弱势孩子能够更知道说毒品的一个可怕，还有在学校要怎么去拒绝学校的一个霸凌。这一百位的小朋友也会在学校过暝，透过一连串多元化的夏令营课程，让小朋友在暑假当中自我学习成长，也来开发潜能，过一个快乐的学习假期。高雄华新闻林桂英台川采访报道。来关心气象报告，明仔甲今仔日同款都是透西南风，因为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是慢慢增强，所以台湾附近水气减少，到这礼拜五天气都是维持夏季的天气形态。无落雨时阵呢，天气是真热，容易掉沙，嘛爱注意补充水分。伫咧外出呢，爱记得扎着雨裤来备用。明仔中华是晴云短暂阵雨，气温27至34度，落雨的几率是30%。来关心其他地区温度预测。以上是今天7月13日礼拜三大中华新闻，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尹秀文，咱明仔载再会。超级录影机，精彩节目不再错过，简单按一下好戏立即录，还可预约录影，整套影集全都录，遥控器在手，你就是追剧神人。
申办请洽0809-009-658。Super MOD 随选随看，跨界超进化，上千部电影戏剧，手机、平板、电脑都能看。强档的、感人的、好笑的热门影音带着走，随时轻松看。快下载 Super MOD 随选随看 APP， 马上免费看，上网月租费还可抵看片金哦。